范冰冰私下现身酒局，穿民族装难掩脖子，侧面却暴露凸起大肚。8月11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偶遇范冰冰，并晒出一组现场照片。当天范冰冰身穿民族风外袍，随着席间的几位同行者手舞足蹈，模样甚是欢愉。而再次穿上这种特色鲜明的服饰，令不少人都想到了之前范冰冰扮演金锁时的模样，还有网友大赞范冰冰粗衣难掩国色。不过从现场的另外一张照片中来看，范冰冰侧身的时候却露出了凸起明显的肚子，这样的身材惹得网友大吃一惊，令人不免猜测其是否有孕。7月23日，范冰冰在上海出席代言活动，身穿白色长裙，气质格外突出。之后没过几日还晒出了范冰冰打拳的视频，再次证明了范冰冰没有怀孕，而且还有好好健身。